大家好，我是即刻 Hong Kong Card 的 blogger。 咁可能大家喺 Hong Kong Card 都会见到我写嘅 blog 啦。咁由而家开始咧，我除咗会继续用文字同大家分享信用卡优惠同埋应用心得，咁我咧都会拍埋影片嘅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有人话男人都系大细路，咁我亦都唔例外啦。我而家都仲好中意打机嘅。咁咧，我就會喺電腦上面咧上去買 download 版啦。咁因為可以隨時話玩就玩啦。咁另外咧，而家手機遊戲咁流行啦，我都有玩嘅。咁有時見到啲特別勁嘅角色啊，或者道具咧，我都會忍唔住去課金去買寶石去抽嘅。咁無論係課金或者買 game， 咁如果佢嘅交易貨幣係外幣嘅話咧，而你又係用信用卡俾錢嘅話，咁銀行咧就會收翻你外幣交易手續費，咁通常咧係 1.95%。咁其實咧，大家亦都可以用一啲網上交易有額外獎賞嘅信用卡，咁就可以賺獎賞彌補翻個手續費啦。咁例如 DBS Emerald 卡咧，佢就有6% 嘅額外現金回贈啦；中銀 I 卡有10倍積分；建行亞洲 I 卡有5倍積分；信銀國際 Motion 卡有5% 嘅額外現金回贈。咁當然啦，用嘅時候最緊要睇清楚條款，睇下有冇簽帳條件或者回贈上限咁樣嘅。